好，可以下一个。Loop。好，我可以，谢谢。好，要别手要拨拨看。拨大的地方。那。刚第一首比较大，对不对？对，第一首比较大哦。我这样吗？好，降低一首。我先降三，和后面，然后前面，是不是还要再降一个？这样子，好像差不多。这样可以。好，没了。好，来，AG。再帮我弹一下。好，好，来一句，有的先弹。这个声音不对哦，没有低频，不对哦。一句 two 要调一下哦。一句 two 的声音不对。不对哦，EG2 的声音完全不对。来，EG1。EG1 OK 了吗？可以。One OK。可以。好，三。陈伟。伟哥，今天有三吗？有啊，在抓屁股。有哦，好。陈伟的我 OK， 陈伟的音箱会不会太大？不会齁。哎，昨天后来我们是不是没有试降？没有动。那没关系，其实我觉得 OK。好好 OK， 昨天好像也都还好。好，陈伟我 OK， EG2 的还没好吗？齁。好，那我们先试歌手来。好。第一位。竹岭一号。我要尽情跳舞。我所有话语全被取代，啊，我要尽情跳舞，我一切渴望主能满足，在我里面，爱如泉源。可以。好，下一位。二号。圣灵火降临，哦，对，大家口罩解脱了。圣灵火降临，你就在这里。此时此刻，祷告之火被燃起。可以，好，三。在我的身，凡事都可以成就。在我的身，却没有难成的事。为我预备，眼未曾见奇妙事。他的神我，恢复我的生命。在我的身。万事都可以成就，在我的身，绝没有难成的事，为我预备。OK， 谢谢。四号，在我的身，凡事都可以成就，在我的身，绝没有难成的事。为我预备，眼未曾见奇妙事，他提升我，恢复。好，下一位，谢谢。五号，在我的身，万事都可以成就，在我的身，绝没有难成的事，为我预备。眼未曾见奇妙事，他提升我，
恢复我的生命。下一位，六号。好，下一位。谢谢，下一位，八号。下一位，谢谢。下一位，十号。好，下一位，来十一。下一位，十二。好，谢谢。然后一句完 OK 了吗？这个是 EG Two， Sorry， EG Two， EG Two OK 了吗？谢谢主领帮我一二三进 everyone 就好了。好，谢谢。等一下，我等一下跳。好。EG Two， 麻烦。然后凯文，我发现你好像真的站太远了，不过还是底下把它加进来。我要是看得到的话，就看得到。比业务看的，也是可以。他们听得到我这句吗？听得到吧。凯文，有啦。有吗？你有听到嘴在讲话吗？好，谢谢。刚刚想说这个奇怪的声音，上帝在对我说话吗？凯文。四万也是一句万，对不对？哦，弹 two 哦，所以你弹 one 的声音，可能到时候出去要是干净、亮、简单，就是那个 lead line 的东西。因为我自己昨天听现场，我觉得片状的东西会就是已经很多了，然后湿的东西或者是大片的东西已经很多，然后尤其今天又就是来，我们走吧。所以你的我们先走道阳哥的那一首歌，然后后面的快歌跟慢歌都顺一下，然后最晚四十分，我们需要开始，一定要走到五招 ，OK？ 来，我们赶快开始喽。好，来啦，第一首。来。
谢谢。我是不是？喂，还没。
哎，刚刚我都没有听到我耳机的声音，哎，有转开吗？有转开吗？有转开吗？还是，哎，是我没有转开？去帮他看一下。喂喂喂喂，都没有听到吗？喂喂，有电吗？有了，好，谢谢。刚刚超紧张，抱歉抱歉，好。原来是我自己没开。那我们那个大洋哥，等一下如果要调再跟我们说。好，好，谢谢。那我们先二号。我们二号先。陈伟。哪个要？啊，这个、啊。我要那个 loop 的 click 跟 Q 可以大一点。loop 哪一个？这个 loop 的 Q 大一点。好。One。太多。Two。博轩，你再帮我摇一摇。嗨，一二三四五六。好。刚刚是爆的，我刚刚讲，我的是不是？因为甜，昨天是甜甜的音量。哦，好，这样子、啊。但我刚刚觉得他在我耳机里面是小声，但现在这样比较好，因为他刚刚是戴口罩。哦，好，那等一下再听一下。现在应该再听一下，对不对？好，有。好。好，那我们三号阿燕，谢谢。我想要就是我的声音的，就是大一点，就是其他的乐团啊歌手都要下降。你要其他歌手的声音吗？还是领主领就好？主领就好了。然后，可是刚刚乐团的声音也要下降。嗯，谢谢。好，四号。好，就这样吗？好，五号。两把吗？我们有三把哦，都这样好了。三支电吉他有，陈伟那是有进 A G 吗？他在 A G。还有吗？他要调啥？都有送。好。OK， 六号。到顶了，你要不要降乐器？我帮你降乐器。好，你如果不够还不够到三，你就把自己的旋钮往上调，然后再看要降什么，好不好？好，七号。好，八号。好，九号。好，十号，所有吉他吗？啊，你也就是已经到顶了。你如果太大声，太小声，你再自己调。好，好，行。好，十二，好，你也到顶了，你等一下自己转大一点 ，OK。好，我都调好了。那抱歉，有机会，那个前奏他们再弹一次，然后让我听一下嘛。可以，谢谢谢谢。好，好，那我们快来喽。OK， 配个下前奏。大最开始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再一次。你看要不要自己讲一下话，感觉一下那个音量？好。我要 keyboard one， 然后和一 G one。多一点，然后等一下帮我就是主领二三也帮我多一点。一圈还是 N 期对不对？所以回路来说是。说主领二三吗？对对对。好。好，谢谢。那其他 BP 的声音你有需要吗？还是我就拉掉？浅浅的就可以了。浅浅的。好。我们等一下 Holy Fire 先走一下主歌，然后或是走一下副歌走一段，确定一下大家 loop 里面状况都是 OK， 我就要进到呼召了。好，星宇，对不起，星宇，我再调一下，那个帮我把我的 EG 调小，现在是多少？是五吗？你
你要小是不是？对，现在是多少？是现在是零。哦，零哦，你直接小个五 dB。你是要自己小对不对？对，我自己的EQ要小。嗯，好。好，先这样。好，那我先走喽。好。One, two, intro, two, three, four.先对 key 好不好？凯音姐领吗？好，那于彤帮忙一下。对，那个 YouTube 上的那 key 是什么？呼召是新上的那首跟幕后的。到时候主理的声音是控台会帮我们调 balance， 所以每一首歌会不一样。每一首歌都要高八度唱。我调好了，谢谢。你们等一下听听看哦。你说正式来的时候吗？我们没有歌可以练。我等一下推推看，你感受一下。好啊。先幕后的日子吗？还是会先这首？还是不知道？我现在好，那我们就幕后的日子 key 定了。所以刚刚是 C key 吗？好，对，是 C。那就我们也有可能会要跟牧者的星座，有可能。对对对，因为他也会唱，对对对，他也会喜欢会唱。所以好，那边我们现在定这个 play， 就等下到时候有可能。OK， 好，那。
幕后的日子对一下 key。猜不会那么 澎湃的，像我们之前做那个，好吧，我们就试一下吧。其实正常的，对啊。那就从主歌来，应该是 keyboard 先下吧。对啊，应该是我们。这里才是副歌，对，好，好啊，可以，行，好，这样可以了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好，那我们需要先走会前祷告，还是要先可以先走慢歌转接？非常的害怕。你们先走转接，好了。心语在吗？慢歌转接跟乐团讲一下，我们会先唱《凡事都能做》。然后阿元在侧台，阿元在侧台。然后反正都会接到在神没有完成的事，然后会做一个 section 是有一个 hit， 然后 sustain 拉起来来一个 hit 这样子。麻烦帮我把。再一次吗？是。然后那个 fresh， 我觉得我们要试一下才会知道。好，他的那个我们那个记得就是那个 bridge 接到那个，就是 bridge 唱完的。接回副歌对不对？是接到尾句。谢谢。然后电吉他我的。就是那个。回来两 dB。我们可以走吗？还是？可以可以可以。好，你说 Freshman 的 Bridge 对不对？对，吹起，吹起教官在这里。对，就是你，就是主领会少唱一次那个，然后乐团完全不变。好，那我们就从 Bridge 好了，可以吗？可以。然后祷告的时候是，如果在 Bridge 祷告的时候。如果在浇灌在这里祷告的话，也是可以，就是弹哦，来你们会 Q 对，好，好，那 bridge 两个小节，准备 one。再次要往下接吗？
同一个 key， 同一个 key。转到下一首的副歌哦，做 section， 听我 Q 主歌或什么比较多，应该就会在后面，就直接在这一首，好不好？Whoever 的会选对 key， 是哪一位图灵？聪吗？我领吗？位置二胡。G。那个鼓的 click 给他给我多一点。你到时候不要弹这个前奏。对对对对。会下雨，不要等这个。好了，再来吧。从头，鼓的特别再多一点，谢谢。对，当我读到你复兴座位，我的心充满。会再多一点，谢谢。鼓的，我是视为刺耳光，每一天我等候在此工作，就在这些年里怜悯我。讲过吗？再多一点。Oh,
鼓那边出的 click 给我多一点，就再多个3 dB， 然后 MD 可以小2 dB， 谢谢。OK， 台上。好。那我们 OK， 谢谢。歌手乐手下台化妆，谢谢。来，我们要试一下讯号，我先试一下欧欧这里的讯号，他在聚会结束要直播。